昨天晚上啊，我们台湾时间将近八点的晚上，伊朗这瞬间一阵也有规模6.3的强震哦，就想到了多少年前啊，伊朗的地震，实际人啊投入救灾。那一波啊，非常的严重啊！也因为有那一波的地震，为他们呢建起了很牢固的教育希望工程，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救灾工作啊，我们的医疗系统大医王啊，也却。在那里要将近一个月哦，那轮流的去哦，所以啊，这都是呢曾经走过的路啊，很辛苦。还有看到了南美洲、巴西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次的水灾花旺，花旺之前呢。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看灾，了解他们还缺少的是什么。Minha casa cheia de água, então eu preciso de um colchão como para minha filha, né? Aí, isso que estão me ajudando já é o suficiente. 他们呢都很感恩，给的都是他们最需要的。这一次是已经是第三次的花放啊，我也是很感恩啊，不由自己呢也面对了他们说啊、哦、感恩哦，看到啊这样的天灾呀、啊，人类的受灾苦难真多，很不忍心啊。但是现在呢，更令人呐、啊。这惶惶不安的，那就是这个疫情啊、哦！这几天呐、啊，大家都是注意在 H7N9， 的确，这都是我们大家都是要提高警觉，不管是医疗团队、志工团队，都要呢接近。病患呐、啊，真的要自己照顾好，口罩要戴，还要勤洗手。在大陆还呼吁人人不要直接去接触禽类哦，这都是呢最重要的，不要去接触它，不要去碰它哦。昨天也看到了新闻报道，连鸡蛋呐、啊、都不要吃它。也不要吃生的哈，一定要煮熟哈。那最好是不要吃。总而言之啦，素食是最有保障的啦。新加坡呢，也都是很紧张。登革热呢，有史以来啦，没有过这么高的登革热的病例啊。现在已经呢有告假工吼，差不多30%比例哦，所以呢他们也很紧张啊，所以请大家呢在自己的居家，应该呢都要时时注意居家卫生吼，周围要让它干。静静吼，所以啊，爱好一个清气，打伤呐，这样子呢，才不会呢，那有这样的蚊子吼产生。也看到了历史的今天，因为在1973年的10月9日，娜娜台风。哦，那一波的灾难、啊、很大哦，
啊，我们本来就是每个月都在送药师经嘛，哈，那药师法会隔年呐、啊，就是1974年，我们呢感觉到说啊，天下呢怎么这么的灾难偏多啊？所以呢，开始就这药师佛期哈、哦，所以有2年的时间，第一次呢，那就是在今天哈、哦，那1974年的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在药师佛期哈、哦，这也都是在历史过去的啦。还有在1994年，马来西亚呢，在4月的第一次的哈、哦、发放，快20年的啦。他们呢也是学的台湾呐、啊、发放日，他把老人家或者是我们照顾的人呐、啊，从他家里呀 啊接出来扶出来，行动不方便的，整日不见太阳的，他们呢也去把他扛着跟出来哦，那给他们的这种同乐哈，慈济人跟他们同乐在一起呀、啊，这都是历史的今天呐哈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哈，骨怀心地啊，一切的动作都有因缘呐。那人生啊，这苦难偏多，这就是不调和。人心不调，气候不调，不调呢，那就是毛病了啦。有病呢，用什么来治它呢？爱，启发人人的爱心，调和人心不调，启发人人的爱，人人造福，那就人人造福人间，人间呢自然的祥和就能消灭灾难呐、啊！这种爱就是世间的灵光妙药，人人要用诚正信实的爱心为人世间而付出，点滴累积呢，成为能做好事的力量哈，所以啊，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互相呢，成就好事啦、啊，这都是佛陀在教导我们菩萨道。菩萨道呢，那就是行好事啊，那说好话啊，啊，想好意呀、啊，那想好意呢，那都是呢。调和人心，人心啊，有好意呢，自然说好话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就会祥和。有祥和的人心啊，那就是能互相协力，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，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。哪里有苦难的众生，就需要有菩萨去付出。各位菩萨们，我们的人间菩萨在自己的身上呢啊做出来，因为呢你们都常被我称呼你们都是菩萨，我也很尊敬所有的每一位佛菩萨，所以有事呢我就要要求佛菩萨你们要多付出啊，佛菩萨你们要多出力呀、啊，这都是呢真正的感恩、哦、所以每一位都在这样的人间道场呢，在精进中的菩萨，所以宏观天下天天都跟着大家呢谈起了哪个国家哪
个人生哈啊，哪个国家的灾难，哪个国家的爱的能量付出，这都是呢。这世间事，佛法不离世间法，真的很感恩呐、啊！平安就是福，感恩大家，也祝福大家日日都要平安。要记得，不要只看远的，一定呢要记得我们当下的这个时刻。人事物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、啊、都是要时时多用心、啊